朝嘅 ET 个股推介咧就系中信银行998噶，拣选原因系啦，信行盈利表现咧相对同业系较为稳定嘅。自从2021年第三季以嚟咧，盈利增速咧亦都系高过同业嘅平均值。2022年头三季盈利按年就系上升12.8%，去到471亿元人民币。安鹏博综合预测啦，2022至2024年盈利年复合增长率咧就系9.5%。另外，信行资产质素就持续改善嘅。截至2022年嘅9月底啦，不良贷款余额咧就系降到去647亿人民币，不良贷款率咧就系跌到去1.27%，维持双降嘅趋势。截至2022年底啦，房地产相关资产占比咧就系降到去6.1%，低于中型嘅内银平均值咧就系7.5%嘅。信行现股值咧就系相当吸引，星期三收报3.63嘅。根据彭博综合预测啦，2022同2023年市盈率咧就系2.7倍同2.5倍嘅，低过行业平均值4.2倍同3.8倍，息率系9.9厘同10.6厘，系行业当中最高。信行2022年10月筑底反弹，12月咧喺3.34至3.5期之间咧就整固嘅。上个星期咧就系突破3.5嘅阻力啦，星期三收报3.63，策略上咧可以3.5水平吸纳啦。先上望2019年第四季高位3.87，跌穿3.3就适宜减持了。